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天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夏天一到，紫外线这个小婊砸总能绕过各种防晒措施，摧残我吹弹可破的肌肤。还好应对晒伤我有办法。轻微晒伤皮肤会发红发热，第一步当然是清洁，不过不要急着用 water 冲洗，最好等皮肤表层温度降低后再彻底清洁皮肤。洗的时候水温不要比体温高，碱性太强、去油太好的洗面奶和沐浴露都不行，最好是含 milk、honey、杏仁油成分的，温和无刺激，既能缓解疼痛还能滋润肌肤。第二步补水，晒伤后皮肤缺水可以涂一些滋润的面霜或护肤膏，你要是觉得不够天然健康可以敷黄瓜片，黄瓜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增强皮肤的再生能力，也可以用芦荟镇痛又美肤。如果是严重晒伤还起了红疹或水泡的，要记得看 doctor， 自己处理很容易细菌感染的，疼得咬牙忍忍留下疤痕可就不 beautiful 了。容易晒伤就把自己裹严实点，比如戴这种遮阳帽，再配上个墨镜，妥妥的包个像个阿拉伯人，多大的伞都不怕，而且还不容易被人认出来，简直是躲房东躲前任的必备利器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知识就是你的保护伞。